主料，排骨400克，水果玉米一根，红萝卜一根，用时一小时。排骨、玉米、红萝卜，用冷水把排骨捉水，把油加热，放姜煸炒，放排骨煸炒香，加料酒，放红烧酱油，放13香，再放入热高压锅。排骨打高压锅好了后，再倒入炒锅，把玉米、红萝卜都放水煮，收汁放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。作品完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